大家好，今天老师要教大家月份，我们一起学一月到十二月。现在让我们一起读一读，一年有几个月呢？开始吧。一月，二月，三月，四月，五月，六月，七月，八月，九月，十月，十一月，十二月。非常好，一年有十二月，好棒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唱儿童歌《月份歌》。小朋友，开始吧！一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，五月、六月、七月、八月，九月、十月，还有多少？十一月和十二月。今天我们就学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